再继续。晚上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大家好，刚才不是有一点这个走秀的感觉吗？一出来之后就听到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欢呼和支持，我突然有一种就是很感动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快乐大本营已经18年了嘛，哇，依然还在星期六的这个竞争这么激烈的这个综艺节目的这个比拼当中排名第一，我觉得这个18年可以坚持排，你们有没有说这么多年一直排名第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节目，是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这个几位年轻的朋友，我们要聊一聊这个排名这件事情。因为排名有很多种方式啊，我们当然说这个人生不是为了输赢，自己快乐最重要，但是从小到大呢我们都会被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去给我们做一个名次的排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讨论到底排名是不是有意义，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在排名当中大家也可以找到快乐，好不好？ 好，接下来请出我们四位，马上看看他们到底是谁。出来的时候那个掌声可以说此起彼伏，没有办法排名。我们这样还是请他们四位先来跟观众打招呼。好，来乔振宇，来。湖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振宇，这次我带的是中国制造中韩合拍的电影坏蛋必须死。坏蛋必须死啊！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啊、今天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娜姐，我老婆想要你老公几张照片。我正好在旁边飘过，听到他说我老婆喜，他是这么说的，我老婆喜欢你老公，想要几张照片，我就飘过去给了四个字，贵圈真乱。欣赏欣赏是一种欣赏，重点是他这个男人也是伟大，他还帮他去要。好了，那接下来这三位呢是现在可以看到密集的滚动的宣传，因为在11月6号的时候这个电影就跟大家见面了，对不对？啊，这个电影叫做前任二备胎反击战。三位跟大家打招呼啊，首先从郑凯开始啊。嗨，湖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凯。日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采洁。大家好，我是王传君。接下来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做一个排名，这个排名的方式呢，本来我以为会很透明，但是后来居然说有很多争论的空间，是按各位出道的顺序。
今天大本营将上演一场激烈的个人排位赛，游戏开始前，嘉宾和主持人将被按照出道时间的先后来排名，排名第一的何老师和排名最后的郭采洁将不参与游戏。我不参与，何老师是终身成就奖。请注意，排名越高待遇越好。啊，那个第一名是个按摩仪。我要争当第一名。而排名靠后的人必须绝对服从于排名靠前的人。我想他们三个人一起来给我绝对。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三轮游戏比拼中来改变自己的名次。世界的秩序将重新制定，垫底的五个名次可以挑战上面的任何一个名次。挑战乔振宇。挑战的是娜姐。究竟最终的排名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等一下，我发现后面的椅子，这是不是有关系啊？对啊，有关系。我的妈呀！排第几就按第几坐。但如果他的排名我不赞成呢？你不赞成，你可以提出异议来。好，但一切结果以短片为主。好的，好的，好的。好吧，因为我觉得、解释权归短片所有。对，因为有很多废话就不多说了，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嘛。但是我们今天就简单化，我们先来看短片，来，请看。最强排位战第四名，2003年吴昕。什么？吴昕排第四？吴昕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在2005的闪亮新主播。瞧这纤细的小蛮腰，这青涩的小妩媚。大家好，我就是菜市场一枝花，小欣欣。在舞台上收放自如的他，其实早在2003年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是大连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了，可谓是深藏不露啊。第五名，2005年，杜海涛，同样是参加的闪亮新主播。你们一定会爱上我。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海涛，可谓自信爆棚。我眼睛比大兵还小，长得。大兵还帅，大家觉得杜海涛帅不帅？我一直就是感觉我就是我这张脸就应该是在电视上出现。哎呀，四五，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网红，我四就断了。我们还能到四，哎、我觉得这样对于排在第六跟第七的我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啊。四五名吧，谁会？这怎么可能？七八名，不可能、啊。两位可以，他们就可以先入座了，是吧？对对对。哇，我们来看一下四五名的位置。啊、我还在第四。好，吴昕坐把坐一把木凳子。我都那么小了。我这还可以。海涛那个能够接、承受的，我这个怎？我这个一般。他那个承受得了他吗？海涛，你坐归坐，你不许把凳子看到屁股里面啊。我觉得看不见凳子了。哎，你这样一坐，我们像觉得你在悬空哎。这两个是惨的呀，这个坐完以后屁股会痛啊，这个。可能啊，他这个应该也蛮痛，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现在还行，但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对，哇，那个第一名是个按摩仪哎。我要争当第一名。哎，这个第二名应该是我的吧？这上面是个猎豹哎。我以为你这个。你不可能，你应该往那来吧。啊，好激动啊！好激动，接下来我不会是后面两个。下一个短片到底是谁和谁排在第几个位置？来，请看。第六名，2006年，郑恺。郑恺不愧是广告小王子出道，他的大头特写简直就是销售的保障，最擅长驾驭学生角色。谁欠补？坏学生。好学生，女仔圆圆嘅脑动力，帮佢过关加油。还有怪学生。第七名，2007年，王传君。什么？王传君是选秀出道的偶像歌手？这做作的小台风，这迷蒙的小眼神，你还是《爱情公寓》里那个表情很便宜的关谷神奇吗？2007年，郭采洁。哇塞，采洁，还记得你自己出道时的青涩玉女扮相吗？虽然你排名最后，但是跟所有前辈那些想销毁的片段比起来，这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呀！好
等一下，好了，看了郭采洁跟那个出道影片，我决定退出这个比赛，因为一定要放出道时候的那个样子啊。这是越往后想看呢，我退出。对，等一下，这个还有意义。我有点意义。你要说那个拍广告开始的话，其实我从2004年进大学我就开始拍了。哦，2004年，对，那么好吧，来来，这个我觉得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这小马扎给你。你是05对不对？05对。对，但因为2004年显见资料的收集，所以一切可以提出异议，但就按这个位置排，好吧？哎，我确实没有想到传君是2007年，因为我觉得好像《爱情公寓》，我觉得已经是10年前的作品了。不是，我是看《爱情公寓》长大的呀。天上一天，我也想做几把刀要插在脸上。对。在之前其实你有做过什么？最后一个出道，什么都没有做过。那是真的，所以你真的是2007年。对对对。哇，那就请两位入座了好吗？我们虽然有异议，但我们先接受目前的这个位置。我的妈呀，这个要怎么做啊？这个会做的就是，来，传君，导演说你误会了，这个坐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坐的比海涛还舒服。这个是要站在上面，蹲在上面。我觉得传君的脚都比这个大，好不好？对，你只能蹲在上面啊，因为你是第7名，好吧？一定是这么残忍吗？对，慢点啊！然后要怎么样？蹲下来。对，哎呀，好像个杂技项目啊！不许动！郭裁判，郭裁判，你能不能也蹲在那根杆上？郭裁判，你看旁边那三个老咖聊的。就是跟会从哪里算？对，因为我要是从九妹算的话，我应该是最早的。对不起啊，能不能稍微快一点，照顾一下蹲着的朋友的感受？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强排位战的最后1、2、3名的排位，来，请看。出道时间排名，第3名。2002年，乔振宇。乔振宇2002年在《雪花女神龙》中扮演神医欧阳明月，当时他俊朗的古装扮相简直惊艳了时光。活塞华佗有3不救：不死不救，为恶好色者不救，看不顺眼不救。他也是从这部剧开始和霍建华、钟汉良、严宽并称为四大古装美男。岁月对美男总是格外温柔，十几年过去，乔振宇俊朗不变，反而越发有魅力了。出道时间排名第2名，1998年，李维嘉。主持时尚节目出道的嘉哥真是嫩得难以直视啊！欢迎大家走进时尚，欢迎大家走进时尚，最新时尚指标，时尚品名，时尚品名又与您见面了。潮男潮女们，你们的这些时尚，维嘉早就玩过了。渔夫帽、衬衣男神、多色挑染、运动头带，时尚时尚最时尚。出道时间排名第1名，1996年，谢娜。谢娜虽然年纪不大，但出道可追溯到15岁，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九妹众所周知，有娜姐参与。现在有多少人去 KTV 唱九妹，都是为了一睹娜姐的青涩容颜呢？哎，等一下，这个人请你蹲好，我稍微站一下活一下，气死了，休息，可以休息一下。我要奉劝现在所有的新人，你们以后拍呀，就是特别出道的时候，但凡觉得有一个镜头不行，你们一定要重来，不要在你这个时候。那时候你才是小，还在念书。念书，还在念书。因为我就是长相出众，然后就被。长相什么？长相什么？出众。但是我当时，拍了赚了500块钱，然后我就回去上学了。那个时候赚500，你好厉害啊！500啊，因为是出众嘛。然后后来就等到毕业了，然后才到北京开始拍戏。你们坐到沙发上聊嘛。哇，郭宇，采洁，咱们两个来讨论一下，你觉得是郑恺比较累，还是传君比较累？哇，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下午试过，非常痛，因为他就是卡在一条卡在屁屁那儿。我估计郑恺并没有真的坐，他是悬空蹲着。好，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因为位置已经排好了，我们从现在就开始。现在开始爱我。有家电的。那个排名第1的，
你可以命令后面所有的人。你怎么还有地毯啊？你可以命令后面所有人做任何事情。怎么还有地毯？他们都可以命令后面的人，好不好？我可以同时吩咐他们两个人吗？当然了，是不是？我这个词用的好不好？好吧，那就让他们给我捶腿吧。必须要执行是吧？捶腿都比我蹲在那里好啊，真的是，哎呀。谢谢哥让我起来活动。等一下，等一下，感谢。等一下，辛苦。等一下，辛苦。我不满意这个决定。怎么说？我不希望他们两个给海涛捶腿、啊，我想他们三个人一起给我捶腿。娜姐，你已经有按摩椅了，那不是有电吗？你干啥用人呢？他是觉得那个按摩椅只能按摩到小腿，这个大。哇，你真的在按摩呀？我还以为他演的，一摸过去，哦，抖的嘞。哇，好来。来吧，来吧！我一共还没被锤一下呢，又开始又锤回来了。你让我再锤又。食物链顶端。谢谢九妹。多么的残忍！谢谢当时我相貌出众，选中九妹。那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谢谢何老师退出这个比赛。我想，就是我这边所有的人都不要听娜姐的话。哎。啊，这样可以。哎。感谢。那完事儿了，好样的，好样的。我这边所有的人，好样的。好，不是佳妍，对不起，其实我还是挺愿意在那儿。你们三个都先回去休息，维嘉你过来帮我吹吹。那你们是不是要谢谢我？是，就等于我做了你们几个人要做的事情。佳妍，我真的一点都不感谢你回来，我这根本就不是休息。我要王川君再继续蹲在那蹲在那个墩子上面。你们仨继续去给佳爷按摩去。哎，我现在是。我是吴昕来给我按摩。好。我命令你们不许听乔振宇的话。什么？我从此以后所有干的事让王川君帮我做。哇。我此时此刻受的所有的屈辱。我都会记在心里，等到下次来再说。没有下次，今天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这样，你们来，你们三个给乔振宇按摩，乔振宇给维嘉按摩，维嘉被按摩一下要夸我一句。维嘉，你对着谢娜，乔振宇给他按摩，对，然后后面三个给乔振宇。维嘉夸我一下，后面就说，对，知道吗？就是这群人说对是吧？弄得我们三个像一个组合一样。我们不是每次都打包卖的，太像细节。我们组合单飞不解散。我们来给我按摩。要最好后面的要齐一点啊。来就，不如我们都围在你身边。哎呀，开始夸。娜姐美。对。娜姐老公帅。对。娜姐老公会唱歌。对。来唱一首我老公的歌。对，是这样的，刚才的排名只是一个临时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的游戏环节，名字叫做是疯狂恋。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越深刻，多么怀念那时候有你陪着我。爱明明都懂，怎么却错过？多么厌恶那个我，忽略了你内心的感受。你走后，我心都空了。当回忆突然趁虚而来，我往哪里躲？告诉我，假设人生还能有如果，时光倒回去，该
该选择快乐还是寂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的游戏环节，名字叫做是疯狂练歌房。接下来的晋级排位赛，排名相邻的两位互相挑战，第七名王传君挑战第六名郑凯，第五名海涛挑战第四名吴昕，第三名乔振宇挑战第二名维嘉。如果挑战成功，则可以互换位置。第一名的谢娜在这一轮排位赛中享有特权，不参与比拼。娜姐，你可以边享受按摩椅的身心放松边观战啦。我们的晋级排位赛今天进入到我们的疯狂练歌房。谢娜，你给我差不多一点，整个人躺在那儿一副那种你在家里客厅看电视是吧？哎，你离得特别远嘛，我让他旁边那个震动就顺着脊椎就这样滚下去。你现在是不是庆幸自己在1996年？因为曾经我觉得那个是我就是不愿意让别人回忆的一个画面，可是今天就给了我甜头。甜头是吧？好，我们一共三个成绩，一个就是手的计步，脚的计步，还有你们唱歌的分数。晋级排位赛，疯狂练歌房，排名相邻的两位手脚绑上计步器，边唱边跳，挑战同一首歌曲。歌曲完毕，手脚上计步器的步数加上个人唱歌的分数，即为个人最后总分。谁的总分高及排名靠前。第一轮，第七名王传君挑战第六名郑凯，挑战的歌曲是《奇妙的约会》，是一首讲述青年男女第一次相亲的有趣歌曲。歌曲里魔音贯耳般的爽朗笑声是演唱的精髓部分。不知王传君郑凯能不能好好传达这首快乐的歌曲呢？于贝贝。我想说即便你赢了我那根杆也没好到哪去。我想说即便是一根杆也比那个墩子强。 OK， 你来音乐起。清早起床睡意浓让人人都很痛，我忽然今日假日好时光，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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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容易了，王传君，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以为你体力非常棒，你不是经常运动吗？但是他是属猎豹的。好，我们来汇报数字。郑凯131，第一个成绩。那么差。124。好，我们来看传君的成绩。哇，传君一直在我耳边喘着粗气。125。107。好，辛苦了两位。我们来看他们在歌坛的成绩。A 代表郑凯 ，B 代表传君。来，经过一番激烈的演唱，郑凯65。传君52，王传君总分284分，郑凯总分320分，王传君挑战失败，郑凯成功保住了自己第六名的位置。我费这么大劲，还是坐在那杆上。为了平衡参赛者的心情，何老师临时加入新机制。这六个人当中，成绩最好最好的那个人，可以命令谢娜做一件事。不行不行，因为我现在我是六届里面现在出的最早，我是尊上。在1994年的时候，我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后来
来在1995年的时候，我在中央电视台担任主持人。那个时候谢娜才12岁。哇，给何老师拿把凳子。我只是提了一个建议，然后现在全世界都同意了，只有娜娜不同意。那我们看看谢娜要不要和全世界为敌。我要。第二轮，第五名海涛挑战第四名吴昕，他们演唱的歌曲是律动性极强的《冰浪》。到地上，冰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预备备，开始音乐。This is a journey into space。动起来，欣姐。好有范儿，海涛。你们谁先 A？ 谁先 A？ 谁先上？谁先上？到太空游泳。他们有个排舞。是月亮潜入地球，还是过头要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个出口。水星里面空着了脚，一直飞得越来越远。金星海滩中个音浪，中个音浪，自由穿梭在低音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会被冲到地上，冲身体放开自己，一些引力抓不住你。输了，抓开你自己，一些引力抓不住你。停！吴昕，你还好？吴昕，你评价吴昕？他刚那个侧脸。快中风了，感觉。海涛，我真的没想到我输给一个腿这么短的人。没有，不一定输。海涛，我觉得他非常聪明。大家看他好像在无意当中游走，他游走的时候这个手是这样的，而且他走的时候那条腿是。绕着月亮潜入地球，还是过头要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个出口。没有没有，我从我这边看，海涛肯定输了。是吗？嗯，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分数。吴昕161。哇。153。哇。海涛200。哇。他手一直都很有效。200。200，真的是200。这边。不是吧，我不会去做那个。191。好奇怪，因为我觉得海涛那个腿根本没有怎么动一样。赢在了一些小臂。我在何老师，这是计步器还是血压计？我却觉得我有一点呼吸困难。我知道是海涛的肉带动的。是啊，就他自己没有动那个肉。因为那些鱼的像吴昕不是瘦吗，他这样晃就是一下，但海涛因为肉多，他晃就余震是吧。对，哇，你看他抖一下，你看哇，比赛真的是太激烈了。对，目前还没看不出来啊。怎么可能半条命都没了。我们来看一下歌唱的成绩。 A 是海涛72分，B 是吴昕50分。我才唱了50分。知足吧，我要给你就给49。好，因为海涛战胜了吴昕，所以两位的位置交换，此刻排名出现了变化。我不想进入到按摩三人组里面。我真的后三名很累耶，看着你们后面。哇，你这个凳子好难受啊。赢了的吴昕对你像打折了腿，往那一摆，太奇怪了。好，上一轮海涛挑战吴昕成功，换位到第四名。下一轮第三名乔振宇挑战第二名维嘉，演唱的歌曲是张学友及其挑战唱功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感慨。很少开口唱歌的乔振宇，展现你金嗓子的时刻到了。哎，维嘉，
何老师，哎，那个现在是嘉哥和乔振宇比赛啊。对啊，哦 ，OK， 好，他这没问题。对啊，然后呢？没有。我现在命令嘉哥输。你看。比赛过程当中，你的位置是失效的。还有命令我输的。他输，你说。两位，比赛开始。我先来。你先。我先。是否爱就得忍耐？不问该不该。没能耐，转身走开。他们在干嘛？的可开，我自己活该。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一样的是出卖，并不是谁的爱。难怪已经看到年纪了。哇！现在赶快来看一下两位目前的计步数，小雨的啊，258，哇，255，230，180，我们追上成绩，乔振宇53分，维嘉68分。经过分数统计，维嘉总分485分，乔振宇总分566分，乔振宇挑战成功，晋级第二位，维嘉降至第三位。逆袭成功。那么现在目前成绩最高的就是566。刚才谢娜用她极大的善意对她的邻居进行了问好，因为现在是她的邻居要对谢娜提一个要求的时间。没有，我觉得要不让娜姐跳一首。哎，没有，说什么？不是，我说娜姐，你按摩太久了，要不要运动一下？郑凯，你现在下去跟我拿一瓶水来，我现在有点口渴。哎，好嘞。你坐在旁边一直在按摩，你渴个什么劲儿？你有什么资格口渴？求评，小乔，你想好了吗？你要娜姐做什么？帮你把九妹再唱一遍，然后再跳吧。我觉得娜娜，你不要拒绝，你不要忘记你今天的荣光是什么给你带来的。对啊，我九妹。小姑娘 ，Oh no！ 你好像春天的一幅画，画中央是不是你？轻轻地把花瓣飘落你身下，谢谢。朵朵白衣染红霞，哥哥心中的九妹你知道吗？是我心中那一幅画。你起来，我的九妹们！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漂亮的妹妹，九妹九妹，透红的花蕾，透红的花蕾，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可爱的妹妹，九妹九妹，心中的九妹，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可爱的妹妹，九妹九妹，我的。九妹啊，好了，乔振宇，我要走了，你再帮我拿瓶水。我知道我要干什么，来，娜姐先喝水，我再给你捶捶腿。谢谢。目前的排名我们看到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呢，当然就是吴昕从坐着到跪到了地上。
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今天的逆袭排位赛了。经过第一轮的晋级赛，初始排名发生些许变化，吴昕、海涛位置置换，乔振宇、维嘉位置置换。接下来的逆袭排位赛，最后三名的王传君、郑恺、吴昕可任意指定挑战排位靠前的人，若挑战成功，则可置换排位名次。前方高危，后三名的逆袭战要换大招了。传君。传君，你想要挑战谁？我想挑战一下最舒服的，我觉得嘉野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传君，以后多来快乐大本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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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哥，这都硌得都快出血了。为什么不直接挑战？怎么就看上我这把椅子了呢？因为挑战一号我没有那个勇气。帮我去给传君拿一瓶水，快快快，先拿水，先拿水。哎，郑恺也帮我拿一瓶水，因为我也。还有我，哎，凯哥，我也渴了，凯哥，我也渴，一共五瓶。哎，等一下，我可以命令王传君。哇！本来王传君要喝水的，把这五瓶都干了。哎，那个郑恺，你把命令王传君做的事情，你现在就做了。好了，我还是给你们讲。谢谢。郑恺，你把外面这件西装脱一下。我有点冷，给我盖一下。好，谢谢。还有什么吩咐？回味。那首先就是王传君和维嘉的挑战了，两位请出列。你们将要挑战的游戏是抢枕头游戏，非常经典。来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好，那。首先就是王传君和维嘉的挑战了，两位请出列。你们将要挑战的游戏是抢枕头游戏，非常经典。来，抢枕头游戏规则：维嘉、王传君背靠背站在圆台上，在主持人口令喊开始后，谁先抢到地上的小猪玩偶，谁就获胜。若王传君成功，就能从第七名直接升为第三名。加油吧！预备备。音乐起。如果王传君成功，他将做到第三位。他在那个墩子上已经站得够够够够的了。而维嘉已经从第二位沦落到第三位，他会在这一个位置死保自己的尊严。准备，加油！努力。我这个是要站在上面，蹲在上面，一定是这么残忍吗？对，好像个杂技项目啊！不许动，那就让他们给我捶腿吧。我想他们三个人一起来给我捶腿。我要王传君再继续蹲在那个墩子上面。我从此以后所有干的事让王传君帮我做。我此时此刻受的所有的屈辱，我都会记在心里。等一下，嘉野，我不是做的。哎，旁边有那个王传君留下的一堆的那个洒下的汗水啊。好，接下来各位要进行逆袭排名战的是我们排在第六位的郑恺了吗？我们来听听看郑恺将要挑战的是谁。我觉得。不想做按摩椅的艺人不是一个好演员。我在这根杆上已经做得够够够够够够的了，所以我打算挑战的是娜姐。哇！我现在
前是挑战之前，我现在这里头稍微有点疼，就这边。娜娜在挑战过程当中不能够指挥别人，还没开始吗？是吧？对，嘉哥，帮我按。好，你们将要迎战的这个挑战非常难，叫做锅来了。锅从天降，游戏规则：郑恺、谢娜每人头顶一口锅，五根连接锅的绳子中只有一根剪断，锅会直接掉落。郑恺的锅连的是四号绳，谢娜是一号绳，谁先剪中对方的绳子，让对方锅先掉落，谁就赢。若郑恺赢了谢娜，就能直接逆袭到第一位。玩这么大，让我们屏息期待吧。好。两位，好，你死定了。哦，真的吗？郑恺，首先向谢娜发第一个命令，剪几号？娜姐，你想剪几号？你说。那就啊，几号？啊，好了，好，好，白问都有，那就。二号吧。好，娜娜，郑恺剪几号？郑恺剪四号。他说你笑什么？四号啊。嘘。郑恺，你现在下去跟我拿一瓶水来，我现在有点口渴。哎，好嘞。那个郑恺，帮我去给纯君拿一瓶水。快快快，先拿水，先拿水。郑恺，你把外面这件西装脱一下，我有点冷，给我盖一下。不想做按摩椅的艺人，不是一个好演员。什么娜姐？各位，我们听一听一个逆袭者最后的感言。我只能说，其实有时候人啊，要找对自己的位置。我觉得那根杆挺好的，我回去了。这样好不好？毕竟我们拼过一场，是他毕竟来过啊、嗯，我让他感受一下我的位置，好，好不好？来，你过来坐一下。我不要，有志气，还是坐一下吧。不，娜姐，要不然我不坐，我可以把坐位子的机会，你再让我换一次剪绳子的机会，就一次。好，来一次，来一次。不会换是吗？不会换，对，只是他有点不服气。几号？一号。好。没关系，我只是为了证明我自己。这段证明好苍白啊，这也是难过的啊。不是不是，我稍微问一下，证明了什么呢？就是证明你第二次就能排队，对吧？好，我不可以坐按摩椅吗？可以坐，这样我让你坐。坐到他们那个比赛结束，好吧？坐到我让你让，你就要让。哦，好，行行。娜姐，这是微服私访吗？真的，真的。
走到我们房间来看一看。哎哎，那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可以命令下面的人吗？可以吗？可以，因为我现在职位让给你，但只是不能命令我。好好，除了娜姐以外，每个人帮我按摩一下。等一下，反应不明啊！我想问一下，王传君这是见了鬼了，坐到哪儿都要给郑恺按摩，真是见了鬼了。快点，快点，快点！对对。手，双手双腿，对对。哎，那个老板平时休息太好了。好，行，回去。老板平时睡眠不足吧？回去，回去。老板要买卡吗？老板的肩颈有点酸痛吗？回去。行了，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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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老板，能给你加一个钟吗？我只想说，有时候啊，这个人啊，还是要认清自己的位置，有些福享不起。来，那个佳佳，你把自己的座位稍微收拾一下。我不仅坐了王传君的这个凳子，还得帮他收拾东西。好，来，哪吒，吴昕，你要挑战谁？我要挑战乔振宇。你不想坐那个按摩椅吗？按摩椅没，他挑过了，不能再挑了。挑过了，所以你就向仅存的最高位置发起冲击。对，我实在是不想再坐回这个了，这个也没舒服到哪儿去，说实话。我跟你说，这个位置也不太舒服。那总比我这好，你试试我这个。其实我微服私访也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像你们坐这边的，平常吃得饱吗？我们也是看每天的状态了。我们也分淡季旺季。好，接下来吴昕和乔振宇将要挑战的游戏是书写大赛。书写大赛游戏规则：乔振宇、吴昕在一分钟计时内，根据固定的偏旁部首组字，谁能写得更多，谁就获胜。乔振宇能不能保住第二名的位置，就看键盘了。我将会用我的 vivo 智能手机，对，它不只是手机，还可以计时，时间一到。就停笔，好了，预备备，计时，开始，开始。吴昕，我建议你不用每格写一个，因为肯定不止那么多。时间过去30秒，一旦比赛就会头脑空白，旁边的人看得觉得很清楚的自己。10秒钟，5、4、3、2、1，时间到。我没有这个到。好，我们看小乔的。哎呦，小乔字写不错啊。哇，你写出这么多。沮丧的沮，这是什么鬼？落，冰落。哎，这冰不算吗？冰写错，这写错啊。落，清。周河海木凑凑是两点的，因为他就是想凑合一下，凑一个1、2、3、4、5、6、7。参照新华字典，乔振宇一共写对7个字，我们看看吴昕的成绩怎样。这边永善海游游稍微有点问题，但是算了。怀卧泰回。哎，我觉得奇怪，你都写出海了，为什么不写涛呢？啊，哦，对啊，对吧？还有海，1、2、3、4、5、6、7。所以呢，现在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写成了平局。接下来我说，3、2、1，开始计时。你们两个在5秒内看谁能，10秒内看能谁谁能写的更多，好不好？3、2、1，开始，10秒。3、2、1。
是又造了个字出来的。好，我们乔振宇写了涛、杨、卧、刘，对不对？四个。欣欣写了涛、江和鬼。所以最后在加时赛当中，小乔以4-3险胜吴昕，保住了自己的排名。找对自己的位置很重要。欣欣，逆袭失败了，有什么想说的？我特别同意人要找对自己的位置。不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刘老师，你们看郑恺有多享受那个，多享受此时的那个，因为在按摩椅上他坐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们继续，不要管我。真的完全不好奇前面发生了什么事。I don't care。I don't care。好奇是吧 ？I don't care。OK， 好，那接下来呢？吴昕要回到他的小马扎。我们看到了目前的排名有了新的变化。经过第二轮的逆袭赛，排名发生最大变化的是王传君逆袭成功，幻想为家排名第3，其他排名相对不变。下面是5分钟的上级指挥下级时间，计时开始。那个郑恺，你先回来。没有，他这个疗程还没完。是吗？你疗程完了，我回来啊。疗程完了，吃个药。吃完药回位置，好吧？好，他疗程不完，我腿拔不出来。小雨有什么想说的？哎，我命令郑恺赶紧回去吧，回你的位置上去吧。哎，你们提示，你可以让我按一下吗？我可以回去，但是我发现一件事儿，我可以把遥控器带回去。你要按啊，来吧。你就回去了。这儿有灵重利气囊，疲劳酸痛舒适。我按死你。这些小孩这么坐了一下，这儿心态不好了呢。刚才挺好的，他说哎呀，人最重要找到自己位置，然后现在我按死你。哎呀，还是这根杆舒服。回家了。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最惨烈的洗牌排名战，整个世界的秩序将重新制定，而且我们将迎来两个非常新鲜的力量加入混战。更重要的是，彩洁也将加入到排位战的争夺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的洗牌排名战将会是如何的精彩。洗牌排名战。接下来是我们全新的一个游戏，叫做勇敢的大门。好，这里有一扇门，等一下呢，所有的人挤到这个门里，我们的排名将会依次按照被推出来的顺序来重新排名。所以呢，坚持到最后的人将会坐入到第一位的宝座。我们从丰盛到简陋，准备了7套餐食。第一名的人将会享受到豪华大餐。那今天除了有我们台上的这8位参加我们的游戏之外，我们还有2位特别来宾，是我们台正在热播的《青春集结号》的2位演员。我们掌声有请2位，欢迎。好，来，2位来给大家介绍自己。首先，金超先来。Hello， 大家好，我叫金超。你们是新时期国防建设的脊梁，我们要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我等你来到什么河？马兰坡，见到了坡姐。啊，没有这个天分就不要做这个表演。我们给金超加油。下面是我们非常帅气，同时也很美丽的小娇了，来给大家做介绍。大家好，我是应该算是马兰山的亲戚，我来自马鞍山。我那个在《青春集结号》里饰演叶多多，我是指挥系新生叶多多。我想退学。我叫焦金燕。好，其实呢，这个青春军旅题材的作品在湖南台有这个非常成功的先例，我们也希望这个青春集结号有很好的成绩。那好，因为你们正好穿了跟涛涛和欣欣一组的衣服，所以如果因为涛涛今天腰不好，所以呢你们今天也有保护他的这个任务。如果待会儿保护他得了第一名的话，你们就跟他吃同一套餐食，好不好？请上场各位。好，现在开始讨论结盟。虽然
大家穿了不同颜色的衣服，但是最后我们算的是个人成绩，算的是个人成绩啊！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结盟了。有个人的。啊？他们都是各自的，都是各自的，但是你们可以结盟。只有两名选手的红队、白队和蓝队实力相当，所以拥有四个人的绿队一下子成了各队争相巴结的对象，而表面上一团和气的四支队伍会在游戏开始时瞬间翻脸大打出手吗？好，各位，首先请根据音乐舞蹈，不可以抓栏杆啊！音乐起。等一下，我说开门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推人了啊！请注意，勇敢的大门，开门了！爱我的你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Round one, fight! Oh, you can't! Get fire up on top!在王传君一人力战群魔的时刻，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此时的战局。缠斗王传君的主力是绿队大将金超，而协助把王传君往外推的分别是蓝队的郑凯、红队的维嘉、绿队的娘子军吴昕、焦俊彦，还有王传君白队的队友乔振宇。王传君，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放鸭的王传君。现在简直是金超和王传君之间的肉搏，他们两个的姿势完全，画面太美不敢看。这一次会解决两个吗？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条腿出来了。好，王传君出门。好，出门的人还可以拉吗？啊，出门人不能拉了。现在王传君因为没有结盟成功，所以呢非常惨烈。你怎么可以推我？你怎么可以推我？我也是顺势。我们是白色的。别让我。来呀！来呀！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条腿出来了。好，王传君出门。本来我也想去助力的，后来我看乔振宇也在把王传君往外面推，我就停下来了。一定要找好队友。好，第二段音乐来。好，这轮我们推两个人。
我会在外面。刚开始的时候，海涛毫无疑问地被推出来，但是就在你努力地把海涛往外推的时候，后面有几只黑手伸向了你。啊？是谁推的？好孩子，这是个好孩子。对，因为他听到联盟说的是要推谁，他就会冲到最前线。可今天他在推的时候旁边都没有人，好像是他跟那个人的私人恩怨。第二轮说推海涛，他又在最前面。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完成了大家的指令之后，他也被推了出来，而且推出来的姿势非常的难看，他是被拱出来的呀。啊，不是郑凯，不是说你帮我的吗？你干嘛去了？你哪儿帮我了？我有在帮你啊。你帮我推出去是吗？你帮他把我推出去。帮你一把。我可以作证，我可以作证，金超出去的时候，郑凯没有起好结果。我觉得我走是因为王春君那破帽子，我说他帽子掉了，我帮他戴会儿吧。谁戴这帽子谁走，你们看谁要你们。这样吧，我给里面的人一点经验吧，因为其实我刚才有点感觉到要推我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互相说话了，就是没跟我说。你们在里面的人是吧？用这种招数还是？是吧？就经验。我想问一下那个传军，刚才你有感觉到全世界都在互相说话，就是没理你吗？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其实，在游戏一开始，我跟金超跟郑凯我们是老乡。我们先说三个人结盟，游戏一开始郑凯就开始推我了，之后的事情我就记不得了。还有你，推你真的不是我的事儿，反正我现在已经出来了。维嘉，维嘉，维嘉，你告诉大家是谁让我把他推出去的？是谁让金超把王传君推出去的？谁跟他说的这个指令？门里面的人不跟门外面的人聊天。好了，事实上后面的人情况变得越来越 微妙，因为他们曾经是联盟，而现在他们是对手。音乐起。商量说，要不你出去。乔振说这样不太好吧。关键时刻才看到谁是朋友谁不是。但是我跟你讲，我刚刚看到非常感人的一幕，就是当乔振宇把你
就是推出来的时候，金超在外围居然伸出一条腿去踹乔振宇的屁股，哇，那腿长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啊，小金，我就是在救你啊，里面太可怕了。那个好，蒋金燕现在出来了。吴昕，你有感觉到有悬念吗？就是这个时候你出来。哦，完全没有，因为嘉哥在我旁边跟所有人说他出去啊，下一轮，我就说我听得到，你可以说出来。我们先说三个人节目，游戏开始了。之后的事情我就记不得，还有你，亏你。音乐起。是我干的吗？郑恺刚才一记四两拨千斤，一下子扒出去两个。好，那么以刚才的这个维嘉出来，然后小乔也出来了，维嘉太赞了，刚才几乎就是两个猛兽对于一个小兔崽儿，不是那个小弱小动物的，对，小鲜肉啊的一个进攻，维嘉很厉害啊。你知道吗？维嘉那种就是对于生命的渴望，我刚刚在这看了一切，大姐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大姐快救我。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救他，因为他们两个好手好重，那一条鱼在那边这样子挣扎，胜利了，胜利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里面的总指挥呢是娜姐，娜姐那个时候发一句话很重要，你知道吗？娜姐就说，不是我，他们两个，你们两个是怎么决定要弄维嘉的？绝对不是我规定的吧？没有，确实没有。根本不看我，我使劲在保护你，你看我的手，然后他们根本就不管我。我问一下乔振宇，是谁下的指令说搞维嘉？这一轮把维嘉弄出去。外面的人说了，里面的人也说了。嘉哥，你一路阴谋控制，拉帮结派，最终还是引起了笼内外的公愤啊！你告诉大家是谁让我把他推出去的？门里面的人不跟门外面的人聊天。嘉哥从头到尾用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控制着淘汰结果。哎，绿衣服沉浸复活好吗？
然而，当你四处游说、控制全局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结局是这样子的吧？有没有想到自己也出来了？对，但是我太佩服家业了，那泥鳅功太厉害了，那是拱啊拱啊。现在场上的局势就微妙了，我们看到两个女生对一个男生，按道理来说男生呢是绝对的优势，但是郑恺呢又不太好对女生下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音乐起。会是前任二的联盟吗？开门啦！开门啦！握脚翻脚，翻脚。哎呀！哎呀！翻车了！再见！再见！我是一队的，再见。现在就看郑恺的耐心到何时。郑恺有没有可能同时一下把两个都推出去呢？快点加油！哇，差一点！哇，差一点！哇，哎呦！快点转速的，转速的！哇哇，开始使劲了！哇，郑恺的忍耐到了极限。差一点了，差一点了，哇！差一点了，差一点了，哇！推吧，推吧，再见，推的，推吧！郑恺出门。谁能想到留到最后的是郭采洁？哎呀，我们俩何苦呢？其实商量商量，携手走出来就可以了。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我那个漂亮的回旋踢还不错吧？差一点了，差一点了，哇！好，来，辛苦了。好，那我们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来上菜。这期节目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第一，当然人生要看准自己的位置。第二，有的时候所谓的位置呢，只是一个虚名，就好像采洁在旁边轻轻松松的看了一整期节目，最后坐上了第一名的宝座，不公平啊，不公平，不公平，觉得很好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七套餐食。首先，第一名享受的是现在最流行的叫做营养轻餐食。那接下来呢，小凯这一份呢，二号就是传统的豪华大餐。我们注意到里面有这个飞禽走兽啊，也有这个湖南的腊八豆蒸腊肉，是非常地道的湖南美食。对，我才是真正靠自己的实力坐上这个宝座，非常不容易。对，而且你一直都在二号，是吧？对啊。好，这边好，这不是开场舞的演员吗？
很能干，小伙子。好，三号呢是湖南的地道的小吃，有米粉、糖油粑粑、臭豆腐。四号呢，快乐大本营的我们的导演，每一次录节目时候的工作盒饭。经过我的奋斗，拼搏到了第二位，结果还是落了一份盒饭。哎，但是也不错了，因为待会儿往下看你就知道哈。这个是这个宅男必备应急佳品，好吗？啊。我跟你说，最气人的是吴昕，他跟我说：“嘉哥，你刚才那么拼，就比我靠前一位啊。”靠前一位，这个是的，跟我们的乔振宇一直在一起啊。啊，对。如果这都不是爱，什么是爱呢？欣欣邀请焦俊艳一起享受的是湖南卫视食堂最著名的这个大馒头，很多人是非常爱吃这个馒头的，对吧？还不错，很有意思。我们一会儿问那个乔振宇借点咸菜。啊，借点咸菜是吧？好，接下来是涛涛这个神秘的七号大餐了。说好了保护我呢。我们看看他最后得到的是。画饼充饥。画饼充饥。这里还有一个排名第八的等待认领。第八连排号。他因为他第一个被挤出来，这个是连。位子、名次和餐食，连画的饼都没有。何老师一起吧。来了，来你坐。哎呦，这卤肉面也太香了。帅哥代言的。好香的那个味道。谢谢。那个。我超爱吃这个。喂喂喂喂喂。哇。同刺激，百雀羚草本护肤品，提示您下期看点。下周六晚，刘瑞麟、朱亚文、鹿晗、杨幂魅力来袭。我是这部戏中一个内心有点扭曲的变态。太棒，这次是本色出演了。那我以前我跳过。大本营史上第一次密室偷袭事件。各路人马深陷迷局，坚定不移怀疑局长。如果我要泼，我一定只泼谢娜，不泼别人。鹿晗，鹿晗粉丝多，他有民意在这撑着，感觉不怕事儿。为赢证据，他们尝尽心酸。哎呀，哎呀，好痛啊！哑巴好快啊，哑文在跑哎，哑文，哑文在跑。朱亚文好享受这个游戏，不顾形象，拼尽全力。扯！哇！哇！哇！这个好看哦！哟！来不及了，很明显就是摔倒了。不要假装在耍武术。全新游戏爆笑来袭，杨幂小宇宙爆发。3、2、1，时间到！蜜姐一直在吃血。他像一个英雄的母亲，我的鞋就好比他的孩子。关键线索又将为案情打开怎样的局面？嘉哥和当期导演的微信记录，嘉哥自己泼的自己。那你们的智商就是看了这个片子就会认为是我的话，那这不是侮辱我们观众的智商吗？我也想不出原因，他为什么要自导自演？是他要上位还是要？上到哪儿去？上哪儿去啊？下周六晚，谁是偷袭者？真相只有一个。好，谢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饼的全部内容。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11月6号要跟大家见面的《前任二：备胎反击战》，同时呢，还有在贺岁档我们的《坏蛋必须死》，也支持我们湖南卫视的独播剧《青春极致后》。是的，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天然不刺激、百雀羚草本、法兰琳卡、你好漂亮这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信哦。祝大家天天开心，我们下期再见啦。看电影去吧。